台湾男星柯震东早前在社交网站连发文充斥负面情绪，引起外界揣测不断。而今日柯震东又在社交账号上在线回答多个粉丝问题，被问是否单身，爽快回答认真单身，并称希望未来的女友是愿意信任我的。至于交往过几位女友，柯震东也坦白五个，真心不骗，又自认几年前曾是渣男，还自曝挑选女朋友身材比较重要，看似状态不错，已恢复如常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